OK。哇，下一个。接下来这个奖跟我们有一些相似处，因为演唱组合一定不是一个人。来看看是哪群朋友能够一起玩音乐之外，还能一起上台领奖。最佳演唱组合奖入围的有：最佳演唱组合奖，青虫，欧开合唱团，欧开 Singers， 玄然启示 ，Smash Rex， Limmy。OK， 最佳演唱组合奖得奖的是欧开合唱团。人声和乐器流畅融合，透过 a cappella 的呈现，让原住民音乐创作有全新的出口，展现强烈的音乐企图心。非常谢谢评审的肯定，然后也谢谢这张专辑《最好的日常》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参与我们专辑制作的很棒的伙伴，然后谢谢所有 OK 的亲爱的家人，还有喜欢我们的朋友，然后也要特别感谢就是在台湾推广 a cappella， 然后让我们这么喜欢 a cappella 的所有在这个人声合唱里面耕耘的人，然后就是透过这个奖，就是真的很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喜欢，然后一起来唱这个人声的合唱 ，a cappella 无伴奏人声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就非常感谢，然后谢谢音乐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得奖者，也谢谢告五人。